我看过丁先生写的《神秘岛》的书，里面有关于复活恐怖方面。这次我准备前往神秘岛，希望您能和我们一同前往。那你们需要我做什么？带我们去找到他。丁峰，快点跑！快快！再不杀你们就没命了！快点！这里可是禁区。世界上一些神秘的地方，信息都是被封锁的。这个宝藏有让我们打开眼界的生活，只要我能带回去一颗蛋，就归我三清了。我们出不去了，我们出不去了，有空了。